BTS 的大哥进入伍后不断传出军中美谈，而进也以优秀的实力晋升，近日更以前辈的身份给第二位入伍的成员 J-Hope 下最后通牒，要求他从军期间要成为特级战士，进说到这样才不会给 BTS 丢脸。而 J-Hope 近日在 Weverse 上给 ARMY 们写了封信，说到他被任命为助理训练教练，并且在军队中表现得很好。进回复 J-Hope 开玩笑指控他抄袭自己给 ARMY 的信，又督促 J-Hope 要成为特级战士，还说放假见面的时候不可以对视，因为自己的军阶比 J-Hope 高多了，让阿米爆笑表示进真的很爱逗弟弟们。由此可见进已经成为特级战士了，真的是非常让阿米骄傲的男人啊。